你说的那个什么烈火神盾的选拔还有没有啊？有，当然有。具体什么时间呢？具体呢还不清楚。哎，你真的感兴趣啊？当然了，我最近正在找工作，得养家呀。不过这个烈火神盾可是国内顶尖的保镖机构，想进去可没那么容易。只要真有你说那么好，我当然要拼了。 我听说这次会以一个训练营的方式来进行选拔，只有通过训练营呢，才能进入烈火神盾。什么烈火神盾？什么训练营？好玩吗？何止好玩，那相当刺激啊！小姐，还是好好当你的模特吧，我也要参加。好好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哎，放心吧。别闹！哎呀，我也要参加啊！走了。好。 手下败将，想我了。想击败你了。那你这次任务难度有点大。那你敢不敢跟我再比一场？再比十场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你要是再赢了，我就承认你是不败女神，你说什么我听什么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那不可能。你要是输了。 青春联盟的老大就是我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你说比什么？老规矩，时间、地点、项目都由你自己来选。你可别后悔。放心吧，你绝对会输的。我说过我会赢，什么时候我没赢过啊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跟我爸视频了。想好地点，想好项目，然后发给我。老爸。 闺女，花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你看你给我买的什么花呀？你看看这什么花，你觉得适合我吗？这么老气。你记住啊，后天是你妈妈的忌日，记得把花送给她。闺女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嗯，没事，我知道了。那个。 你早点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，早点回来啊，想你。嗯，拜拜。好的。
喂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我不敢来，我是怕你输得太惨了，都一年半没人敢跟我单挑了，你还真有胆。哼，那很荣幸我是第一个。那你也只会是下一个手下败将。乱跑了！你说刚才电梯门万一关上怎么办啊？那就坐下一趟呗。不对，妈妈是说如果关上夹到你怎么办？那样很危险的。不会的，刚才有哥哥保护我，帮我把着门。谢谢啊。那你看，刚才有哥哥保护了你，我们要对哥哥说什么？谢谢哥哥。洋洋，要听妈妈的话，注意保护自己，你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谢谢。跟哥哥再见。哥哥再见。苦寒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您能来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你在南清搞这么大个格局，我能不来帮忙吗？没有上面的支持，我哪敢想啊。南清是我国南海的门户，经济、科技、商务对外交流频繁，确实需要一个像你们神盾这样的机构。这次在南侵，想把烈火神盾发展起来，必须需要新鲜血液。作为安全系统备案的安全保卫机构，在选拔新人的时候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是啊，我这次在南侵不仅仅是为了烈火神盾的选拔。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种子计划吗？你是说你想以烈火神盾为试点，搞一个训练营？通过专业训练为国家培养人才，你想实施这个计划？是这样的，我想招募一批呢有理想、有潜质、有能力的年轻人，90后甚至95后，把他们召集在一块儿，经过专业的训练，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、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很好，准备什么时候实施啊？已经开始了。已经开始，那就是说你的训练营地方搭建好了。这次呢跟以往不同，这个训练营没有围墙，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训练和选拔。没有围墙的训练营，哎，这个概念太好了。社会就是一个大训练场，任我们选择。是吧？不过标准一定要高，宁缺毋滥，就是磨砺出一个，那也是收获。如果这个事情成功了，那对南清将大有好处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把关的。不过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得到您的支持。嗨，没得说。一杆到底，服不服？站那儿看好了。
今天开心吧？嗯。洋洋，你看这家店，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来，你在这先坐一会儿啊。都打了八局了，谁开球谁赢，没意思。谁先失误算谁输呗。本来是个技术活，现在一下变成体力活。那你就认输了。认输？感情你又想讹我是吧？有意思吗？说的也对，有意思吗？喂，想走啊？你一个男人老跟女人较劲，有意思吗？要不咱俩比攀岩，敢不敢？恭喜你啊，又撞到我另外一个强项了。哼，吹，继续吹。你知道刀锋攀岩馆吗？南京市第一攀岩馆，我当然知道了。里边有按照 YDS 难度系统建设的路线。这我知道，最简单的5.1，中级的5.6，最高难度5.9。5.9那条记录是我的，3分45秒。去游乐园玩好吗？说明白了，怎么回事？你跟他有仇啊？亲爱的，你看过吗？啊？谁是你亲爱的？我是说那个电影啊，赵薇、黄渤主演的。哦，怎么讲到这个？前面那个是个人贩子，拐走了一个孩子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人贩子？这些人真的是胆大包天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抢走别人的小孩。废话，拐卖儿童不都是白天吗？晚上都回去睡觉了。就你最懂了，你能不能开快点儿？Thank you.
锁死了，我跟小娃出不去啊！快醒醒啊！保护孩子！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把孩子给我！快给我！快快快走！你自己也快出来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们赶紧报警吧。我已经报过了。那个小孩呢？他怎么样？他应该没事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啊，不用谢。